时打算参加大悲观世音菩萨感应观世音的真行师父，弟子自己的业障自己背。我女儿2014年起源，想见给她心脏的儿子。我不想看到工作的事情，让你心疼痛。我告诉你啊，他生出来的时候啊，医生呢就说稍微大一点的帮他动手术，因为他这个心脏啊长的这个地方啊，就是靠上面这个位置，好像有点不合适，你说就算搭不上去了，医生他长大之后就是这个变成了影响更深的。鼓掌。他现在几岁？马上七周岁。哦，你们那边应该很多，好像是跟你经历，他本来身上有三个东西，听得懂吗？听得懂。有三个，现在只剩下两个。你还是要放心，这孩子不但心脏不好，他的腿脚啊不对称，就是像一个正常的人一样。他现在腿脚也不想这样子，然后一周岁的时候就能伸出手。我告诉你，他原来的关节啊，就是没关节，明白吗？嗯。我就是小家长，在老吴观察是何年的？几几年属什么的？2012年。看看他的音，六个家庭的话，一般不生产，要么就上两个月。他今年是什么的？2012年。他是天上的小瑞兽，有点像麒麟，但是又有点像狮子像鸟，脚趾本来就是六个，就是这些。没关系的，他肯定是一个。他现在就是麒麟哦，在照顾他，听得懂的吧？没问题的。他很喜欢大运动，他很喜欢这个自由自在。在家里有双兔子吗？看到了，看到了吗？是不是厉害厉害？明白了吗？没有没什么大问题的。他的出生，你们家经济反而更好，开始你们经济不是太好，他出生之后经济倒是好转。鼓掌。听懂了吗？但是呢，我告诉你，好好培养，培养的好，这个好，好培养，这个聪明，聪明了，对，聪明了。听不听爷爷话？听。做梦做到爷爷过吗？没。想不想做到爷爷啊？像他这种要做到爷爷很容易的，我在他十天当中就可以做到。我上次在我们悉尼联谊会的时候，我跟那个人说：“你给他多少时间，你可以看见他吗？”他说：“看见谁？看见他妈妈，叫他妈妈来看。”这是个宝贝，这个不行，一天都不多，一天都不少，这才是个。我不是讲给你们听，你们要听。我不是说不知道的事情，但是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很多的科学家，科学家都是科学家，科学家们在发现很多的
识别跟对方的时空，可以在发现了这个事情的本质。佛陀当年在人间的时候，他就说了是因为八万年的时间，那就是说，跟你在法上面的所有东西，因为说，这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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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你打他有没有感觉？有。发麻吗？对，会有反作用。听懂了吗？好好培养。那是不是我为了他的身体积攒很多功夫？我听说他们在上半年吧，上半年吧，他们正在清除垃圾，可能半年之后再看。那需要多少多少钱？那两个人应该在公司身上没有完全打掉，可能在工作处。后来根据从大车上升到飞机的时候，你半年之后你去问医生，医生把它给。我跟你讲一句话，我告诉你，你可以找另外一个声音，这就是你的声音。这个声音真正的存在，有一个人跟他们说话，有一个人说话，你再去看，这个胖胖是个女的声音，胖胖的声音，感觉上现在感觉上，你有没有听到？有一点像你问他有没有换那个像那个通常的就是比较聪明的就他更是通行的一点都不行的那种方法他怎么会哭就不光是很多的东西就怎么会哭你问问他为什么哭你为什么经常在工作中哭泣因为我们在看他们的东西，对不对？他们都是在看的。那你说，这个很难的，这个怎么把它做下去？我在观念上怎么？现在这个。现在这个通行可能报道是我们是他超音口的就是要把他抓走知道吗现在讲他念经了而且要跟他讲我叫他以后要怎么样怎么样我很好的不是信仰好的真的就要帮助成长也是要帮助能把成长的一种这样的他讲的不讲就叫他他就要了他就让他就在说下雨天大连下雨天的时候天上一般下雨的时候就是大连下雨天的时候听得懂吗你才记得你把身上吃的有什么不记得但是不是我们不是南京非常不顺利可是你能记住但是你们家里知道你只要听到大连要下雨你的身体就不好，就身体就不好。好了，听懂了吗？听懂了。就是这样。
你要对他的命感到喜欢，那是要做到，好吧？否则的话，被抓住我没办法，就是可以不可能。你要对他是放大你的，就是他成长的命运中，我们要做出更加正常的事情。其实那一定要不想跟你讲，想跟你讲。放心多少天？好了，明白了吗？到后面我已经跟你说了，他说他要是自己的地方，所以他的名字就是很不一样，真的。好，